虎之路。如今冀州城已经平定，苏虎也出世了。小小一个查囡仔，是会当对咱上朝造成什么危机无？啊，迄是因为庄应彪伊的想法。既然恁大哥就死啊，我恁性命输在人手上啊！啊，你等于好好的守护。哼，孩子们，咱上朝。如今是大恶霸，是因为苏虎不愿服咱上朝。小小一名女子，若是杀他，是不是惹来名声大败？明英苏贪计起用情计虑，你啊，你鬼笑！我看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！